现在雨季真正来了，让我去园子里看我的小菜一下，再回来做饭啊。这么早，天还没全亮呢。妹妹，你不要出去，妹妹，你不要出去。啊，我外面看完了做早餐啊，今天呢做一个荞麦面啊，主要是增加各种的食材多一点，然后让你营养更均衡。第二个我再打一个 smoothie， 然后增加维生素，然后不容易口腔溃疡。嗯、好，这个是野生的蓝莓。乔夫，我们先煮面再打 smoothie 吧。好，我觉得把 smoothie 准备在那里，面一好，哗一打。好，同时我好，听你的。我们每天呢经常要煮一点打一点 smoothie 就可以变化无穷，你想增加什么材料就可以增加，然后按姐姐的给我们的那个要求，她希望我们每天都吃一点各种的莓啊、红莓啊、蓝莓啊、草莓啊，就这些莓啊。莓的好处我在前49期啊，那个我每一期都有介绍哈，所以我现在就不再重复了。如果有感兴趣，大家去搜阿婆的100道早餐，一到前面啊，现在已经51期了。今天莓豆腐也算莓吗？那个这个就是野生的蓝莓啊，野生的冰冻的蓝莓，就冬天的时候我们在超市里去买，这个是最好的啊，它这个肯定就没有化肥啊其他的添加，然后它冰冻起来营养也保持得很好，所以这个而且它比较小不甜，打 smoothie 最好啊，储存起来也方便。对对对，往冰箱一放就可以。是这样，然后是牛油果，这牛油果我都是生的买回来，然后放在那里，不要放冰箱啊，生的时候你就放外面就好了。但是我这个已经放了好几天了，所以有一点点太熟了啊。我放一个牛油果，牛油果的营养价值是很高的啊。那么我之前也都说过了，那还牛油果放到 smoothie 里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会有增稠的作用啊，弄出来就是会顺滑，不像你单单放一些水果它是不够顺滑的，关键是不用放食品乳化剂。对，哎，我们的草莓太熟了，剪两个进来啊。好吧，不行了，已经冷了，烂掉了。哈，门关一下。草莓已经那个了，已经那个冻到了，不行。一点进去啊，没有多少了。好，现在把这个苹果用白醋洗一洗。苹果主要是增加蔬菜水果，还可以放一点那个叫叫西人香菜啊，欧芹，叫荷兰芹，意大利芹，荷兰芹。啊，这个也是 Costco 买的有机苹果，也挺便宜的，一整袋才9块钱一整袋啊。苹果也是非常好的东西是吧，我现在两个人吃一个苹果。哦，宝贝又来要苹果了，对不对？嗯，宝贝要吃苹果多。好，然后
还有一个东西，这个水分哪里来？就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需要一些能量，我就会放almond milk， 就是杏仁奶，那个能量比较高。但我今天有牛油果了，牛油果就能量就比较高了，所以我就用一个低能量的东西，就是椰青，就椰子水啊。椰子水在那个 Costco 有卖，还有我们华人超市也都有卖，有机的椰子水特别好啊，它又不甜，对吧？是买一箱两箱的，然后放在这里，一小瓶一小瓶用，特别好用。我一次一个早上两个人，这是有机的椰子水，我就放进来，放一瓶刚好。这是低糖的电解质饮料，有助于增强免疫力，你可以当水喝保湿，它有助于消化，然后可以消除肠道里面的那些有害微生物，还能抵抗感冒病毒。很重要的，它还能预防肾结石，然后稳定血压，改善睡眠，总之好处很多，感兴趣的朋友去搜索一下。像这个哈，弄出来要好喝，它是要不能太酸，因为我今天基本上这个苹果呢不是太甜，然后草莓也是酸的，蓝莓也不是太甜，椰子水也没味道，加一点香蕉，关键香蕉甜呢，好吃啊，它有甜度。下一期我再给大家介绍这个有一种蜂蜜哈，现在这一期就不啰嗦了，我就把香蕉放进去，剩三分一根给妹妹吃。比比，妹妹吃香蕉，吃苹果，对不对？哎呀，乖。好，我们现在先去煮面，待会再打它啊。这个 smoothie 最好，现打现喝吧，要维生素保持的比较好。两个锅，双锅老太婆，啪啪啪，还要弄点。当，我的头被你打肿了。好好好，来，现在先来煮荞麦面哦，要备料备料，有吧？还有哦，要就是煮这个的目的呢，就是多一点蔬菜瓜果哈，这样子呢咱们就是利用这个早餐的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阿公阿婆不吃晚餐的，所以我早午餐的营养是一定要多要足，所以至少呢就是蔬菜至少要五种以上，然后瓜果，然后青椒，这是我们种的小小的，樵夫捡回来的。这是文件规定的五种以上。然后一二三四，然后这个菇啊，菇的营养价值我前面也都讲过了啊，前面在我前面的早餐里面，好，菇来一点，然后弄一点蛋白质，因为今天呢是有牛油果了，姐姐说有牛油果，一般你可以不用吃蛋。那我放一点鸡胸肉，一点点，还差一种啊，哎，不止，你看我，那这是昨天那个剪了一半的豆苗，西红柿，你看都不止五种了。好，我现在快快的备一下料啊。那个程序错了，先烧水，烧水需要时间。啊，煮面先煮啊。好，大概很快了吧，面一煮熟就有的吃了。对对对，我这边就很快很快，这个早餐其实很快，咱们先就是做事情其实是有程序的哈，就是我们利用去切备料的时间，我们把水先烧开，然后这边呢我料也备差不多了，你看我把这个菇啊，这个凤尾菇也叫蚝菇，然后我们把它撕一下就行了，不用切。撕碎它啊，这个营养就很多了啊，这里面胡萝卜。西红柿的梗还没拔掉。哦，好，胡萝卜给它切成这样子，就按樵夫说的这样可以咬很多条。对半切。对。这我都晓得，在厨师身边待久了。好，
然后呢，我就准备了一点，早晨呢不需要那么多，我中午再吃，更补充蛋白质。然后这个主要是用鸡胸肉会比较好点，你可以用肉末啊，鸡胸肉末啊，或者就说我那天看了一个健康的视频，就是说我们的红肉就是猪牛羊嘛，像红肉这样子的，一天最好呢不用超过，一个人不要超过90克，其实不多的。那我们平时平衡一下，就多吃点白肉啊，就对身体会比较好。所以但是红肉也是蛋白质也是很好，因为它有非常丰富的里面营养成分，所以说不能不吃，就是少吃一点啊，就是限制的一定，如果能在75克左右，那就是非常棒的。文件是这么规定的，文件是这么写的。所以那我平时早晨有机会我们去买一点鸡胸肉啊， Costco 都有卖，也有有机的鸡胸肉。早晨还没开门昨天开门买，昨天买。经常呢有朋友问阿婆就用什么油，我有专门介绍过的阿婆家的油盐酱醋啊。然后就是我会放 avocado 油，就是牛油果油。牛油果油它其实最适合来什么煎东西，它可以经受260摄氏度的高温哈。那如果我今天只是我不一定是要煎很高温煎，我只是低温的话稍微煸炒一下的话，那我就用橄榄油啊或者椰子油啊，就是你要丰富多样，油也要吃的各种风，不要单一，就各种的油都吃一点。所以我会今天因为这种橄榄油没什么味道，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所以我就用这个橄榄油。比如说椰子油我们也吃完了，有时候我也会放椰子油。然后阿婆还是那个阿婆，不是阿婆，还是那个说法啊，就不一定要高温啊，就是咱们呢因为你又不怕它那个粘锅是吧，这些蔬菜你就是这样油烟少，因为你要考虑到家庭主妇是很辛苦的一个职业，因为每天就是跟这个油烟打交道，所以你要自己要保护自己，不要太多的油烟，小火啊，让它慢慢上来。所以我就家里没什么油烟，我们都亮亮的。但是我可能下一段还是要把这个换成更好一点的抽油烟机。这个不怎么稀奇，哎，这个不怎么稀，所以我现在做饭就很少有油烟，很小心。所以这工作条件很不好。人家的工作条件很不好，对。然后你就是低温也可以把这个胡萝卜炒软，对吧？你如果要放洋葱也可以，就是尽量增加的这些蔬果的东西，就一天。多样化对你一定是有好处的，因为不同的食材有不同的营养成分。这个是超市有卖，到韩国超市华人超市也都有，就是有机的荞麦面啊。我们就是粗粮多吃一点嘛，荞麦也很好啊。先放这里。好，又回到这里了，跑来跑去的。因为我油温不高，所以不用担心啊。现在把菇放进去，让胡萝卜素炒出来一下，把菇放进去，再把这些鸡肉，我鸡肉呢就不放在锅底了，我怕它会粘锅，我就放在菜上面。这样子阿婆不喜欢，其实你炒得很焦香，最后到嘴里没有差别口感。好，我手要洗一下。处理完鸡肉呢一定要洗手啊，因为怕禽流感鸡肉，所以要特别，包括那个板一会儿也要用醋消毒一下啊，处理过鸡肉的地方，但当然处理过生肉最好都要处理，都要那个一下。好，把西红柿番茄放进去，番茄会不但增加营养，它还增加它的酸味哈，丰富味道。盐好，然后呢风味好一点，你需要加什么呢？加一点料酒，加一点酱油，这是阿婆的最简单的方法，这味道就非常非常香了。酱油再加一点就好了。好，现在哦，那边开了，小夫，
这边开了，把这个荞麦面放下去，一人一小指就够了。荞麦面一般是开了放进去，然后加三次水，就它里面就熟了，一般是这样。小乔现在是我们这样哈，如果你喜欢焖面，一会儿把这个煮完差不多，我们就放在上面给它焖熟，就变成有点干拌面那样的焖面。那如果你喜欢，你刚才说你早晨喜欢汤汤水水哈，我改主意了，焖面要焖面是吧，很香哈、那行，那我就少加点水少加点水，我另外又单独喝水。对，因为我有给你 smoothie 了， smoothie 不过水不多，你另外再泡点绿茶、这里火大火大，我给你火关小点啊。哎，好好，谢谢你外婆全家，关掉了然后加三次水，就是好，不要慌不要慌、就加三次水就可以了，然后再开。好，我这边呢就可以关掉了，这边哇，你尝一下这个香味哈，都不用那个的，你看丰富吧。实际上呢，刚才应该把面要煮到加第二次水再来炒这个，我还是偏早了一点，但不过也无所谓，但这个好香呢，就是色彩越丰富越好哈。这个其实早餐不需要每一次，有一些朋友每一次都记得很详细，不需要，你就掌握一个原则，就是一，你身体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这个是你要自己要事先了解。比如说阿婆是甲状甲低，甲低的话，那我就可能就不能吃像这些十字花科的什么 broccoli 啊什么，就对我就不是太好啊，但对很多人是非常好的。你只要把自己的这些能吃不能吃的东西你搞清楚，然后剩下的就是越丰富越好，越丰富越好。好，第三可以关火了。对，第三次开了哈，我们煮焖面呢，这样子它里面还有一点点带心，就是生的在中间还有一点点，那我们就需要它这么一点生的。这边火先开，然后把它拿过来。我每次阿婆在做饭，阿公负责拍给大家分享，阿婆也做一个记录啊、这么些年好好、这么些年给阿公做了多少饭。好好好，那阿公来来来，我们这是自己家种的，特别干净，洗都不要洗啊，这豆苗，豆苗我是一盆接着一盆轮番种的。豆苗的营养价值在我阿婆这个家里那个郁郁葱葱那一集我已经说了啊，这个我都每期一直说就很烦，有看的朋友就在这里就刚才煮面的那个烫一下，好，我们就可以装起来了。阿婆的少一点，阿公的多一点，阿公个子比我大一倍。常说阿公吃啥啥不剩，干啥啥不行。哪里这么说，哪里有这么好。我们现在好，我们菜也烫好了，豆苗也烫好了，豆苗放下去哈，这个绿绿的多好看，多吃点豆苗。这个冬天咱就不用去买菜了对吧，自己在家放。好，上桌，这是阿公的，这里还是一小撮，今天中午在做东西吃。如果我前阵子我买了很多石榴，我还往里面放石榴，那就要用高速的打，把石榴籽给它打碎了，就当纤维喝下去。在等呢，我宝宝在那等呢。走起走起，我们摆拍一下吧，摆一下。第51道早餐、这里有道菜。哎呦，这里有一道菜。好，开吃。哎，你先喝一下这个 smoothie 新鲜，你看一下今天这个甜度，我们肯定不加糖嘛，对吧？这甜度非常合适，是吧？淡淡的甜。
而且椰青刚好一杯哈，听这个，好，我们开吃，清爽啊，嗯，对，哇，这吃起来不要太水啊，嗯，这个焖面好吃吧？焖面绝对比那个汤面好吃，因为你汤面对汤的要求高嘛，你必须多放肉，对吧？才能煮出好浓汤。但焖面你只要稍微一点肉，它这个一把这几个，尤其是西红柿一放进去一调和啊，然后你现在可以吃一下那个菜苗啊，吃草就当着。妈妈给你干干吃，它食物里面要有10%的内脏，所以我会另外弄干干给它吃。吃点这种无抗生素的猪肝，这里没有盐，只是烫一下。他非常爱吃豆苗，他会吃生的豆苗。你看我这里还种了一颗，我给妹妹摘一个生的豆苗，很嫩的这个豆苗。你看，他会吃生豆苗，特别乖。